仪龙最近现身机场时候的造型曝光了。在曝光的照片中可以看到，朱一龙穿着格纹衬衫搭配休闲宽松的运动裤，整体看上去显得十分的轻松休闲舒适。不少的网友在看过朱一龙的这个造型之后纷纷表示，这穿搭看上去简直就是明星圈乱入的佛系青年。朱一龙最近现身机场时候的造型，在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朱一龙在这个造型中穿着一件大款式的格纹衬衣，比较深沉的色彩看上去显得比较成熟，而下身朱一龙则是选择搭配了一条黑色的休闲裤，大片的深色系搭配使得整个造型看上去透露出一种成熟内敛的气质，这样的造型看上去显得十分的轻松休闲舒适。不少的网友在看过朱一龙的这个造型之后纷纷表示，这穿搭看上去简直就是明星圈乱入的佛系青年。对此小伙伴们觉得如何呢？好了，在看过了朱一龙最近现身机场时候的造型之后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一起去看一看朱一龙的其他的一些造型吧。白色的衬衣搭配黑色的长裤，比较常见的一种搭配，看上去显得十分的优雅帅气。整体黑色的套装看上去有几分西装的影子，但是要显得休闲许多，所营造出的气质也是如此，既有着优雅的气质，也是显得轻松休闲。